谁是演艺圈的万事通？赵哥对我有意思。那次赵哥在喝十全大补汤，来喂我喝。我有喂你喝，你有喂他。骑去桃园，我老婆开车，一台摩托车窜出来，我老婆整个车子开到歪去了吧。赵哥整个人跌到前座来，我老婆就继续开，隐约听到后座传来，咔咔，转头看，他偷偷在绑安全带。今天晚上10点，五星大跟班。